啊，旧剑我可以啊，阿提拉我有了，剑值好像都有嘞，弓值其实缺超多的，弓值我蛮想要金闪闪的，金闪闪我蛮想要，枪兵的话我超想要石匠的，旗子我很想要我们的拉二，然后沙子我还蛮想要那个爷爷的。数值呢？拜托，数值都不要来了，好不好？数值我觉得都还好，真的不要来，真的不要来。狂值的话，应该就黑狗，其实也没什么用哎、欸。你狂值不如再给我一个赖光吧，其他直接就不要白针，拜托，再不要再白针了，受不了。其他都可以，其他我都很开心，对，对啊，大概是这样子吧。但我觉得我好还是中奖率不是很高哎、欸，啊啊哈哈哈啊！有没有音乐？有没有什么音乐可以助阵一下的？剑指的太多光炮了啦！有没有走？再给我一支五星！有没有走？啊！痛！哎、欸，跑狗了！哎 ，skip！哎呦，李庄，应该是李庄的跑狗啦。哎呦，五星礼装，哎、欸，还可以，我觉得当做个纪念，我觉得可以。三礼装一次收手，再下一个十连，我们的老福就出现了。你做这个戏不戏剧化？点一下，老福就出来了，是不是该来了？老福，我不想要把午后派对给涂满啊！哇，凉了，剩两个二十抽哎、欸，啊，剩两个十抽哎、欸，啊，没关系，就这样子吧。那、啊、又一张，啊，就一单而已啊！最近真的是没有特别想氪金的欲望啊，借一借了，哎，我已经看开了，这游戏是这样子嘛？怎么可能这么好抽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哎，这个跑狗好像有机会哦，老福出来了，谢谢各位，我感觉到了，谢谢各位。是不是？啊，终于！上一次 BOSS 好久没有超五星了，看。自己紹介が必要かな。私は探偵だ。英雄を望んでいたなら残念というほかないが、探偵や推理家を所望なら、君は良いカードを引き当てた。真的、啊，你知道社畜好穷哦！看我上个月户头差点变零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月终于。忍住不氪金，这个算是买福袋剩下的氪一个，如果没抽到就算了，还抽到了，不错。剩下的石头呢，囤着，我再来还有工龄要抽 啊，不是工龄啊，我们的艾雷要抽，就这一只，这个艾雷我还要抽它、啊，各位，所以我要先存点石啊，不要再逼我了，好不好？社畜很穷的。